你们出去吧。是。表妹，你可算来了。眼下紧要关头，更加要小心谨慎。表妹说的是。表妹，快来帮我松绑。这，哎呦，这勒死我了。表哥。 你怎么那么不谨慎，居然还留下了把柄？表妹，何出此言？我又没碰她，怎会有把柄一说？你衣服上沾上了香料，哎，今早衙门去抓你的时候，去的太快，没来得及处理掉吧。眼下李车带人去你家搜了，你快告诉我在哪儿，我可以赶在他们前面帮你藏好啊。嗨，放心。 衣服啊，我已经藏好了，就算他们找得到，也未必可以拿得到手。犯人王东锦，你已经承认自己藏了衣服，承认了自己的罪行，还有什么要说？